写法，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偏旁，我们写法它应该这样也可以哈、哦。我用写秦朝的秦，所以如果这个春，它是这样子写，对不对？这样也对不对？这样也对，没错啊。而古人留下这两个字，我们就可以用它这个样写也可以啊，也可以。小，小，一没有变化啊，科。也有这样写的哈，天，它跟干的写法是这样啊，它不过它上面要平。金部首，它当部首的时候，它也可以这样子写啊。当部首可以这样写啊。花，草字头的表现不一样啊，不一样。这是行书的写法啊，这样也可以啊。管足部，实际上它也可以这样啊，足部它也可以用草部的啊，所以这个管。关，它出头，时间的间，它没有出头，时间的间它没有出头，所以这个关，可以啊、哦，走。这个部分这样写，如果这个部分在左边加一个文部，这是什么？数学的数，没错。还有省略口，就是口加口也可以的哈、哦。声音的声音，
秋，革命的革，这也在拉丁啊，在秋千的秋，加一个秋天的秋。千，一个革，再一个迁徙的迁，迁移的迁。上到这边，有问题吗？